で中川沿いを歩く冷たい俺のこの胸幸子抱歉了，老师，个唱一波也贵啊！你家己知影姊妹太卡在你的，老师听唱个第三次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段，来，注意啊！两段唱了，就会有一个大间奏，一个间奏完了之后，我们要从半段开始接，它没有前半段那个第三段的前面没有。它是从副歌，就是直接接第三次的副歌，所以你要把这块看在第三行遐去，前面六个字一模一样，三十块，三十块，家己个写起来。好，他都要老师你讲的，就是这四个字，低头咪个，这个所在。那现在你也是从半段的，从这边开始唱，三七扣三七扣，我妈哟，都是这四句了，不赶快了。变作 spatial， 是买物件的买。spatial。那一样的，等一下这四个字也是要唱这会，你就是爱记。先讲了哈，怕等一下你我忘了，或者是给你自己。第三次的副歌，第三次的副歌的最后一句，在咱的破的同的卡行的第一句，在同的卡行的第一句迄句，伊的旋律是要高上去的。咱的第一段跟第二段的尾句拢是无欠关，可是伫第三遍唱的副歌要结束的时阵，迄个尾音是爱欠关的。我是真正先甲你讲哈。好，你再搁刷嘞哈，伊妈嘞莫搁刷嘞哦，我妈伊喏。
老师现在写这边，我们的第一段、第二段是 yon da ze， 可是第三次唱到是变 ski da ze 啊，都无同款了啊。性质，性质啊！你的一切 ，spetio 就是一切啦 ，spetio 它都会死去无？啊，永住啊，永住啊！你的一切啊，如今啊，如今啊，我依然啊，是爱着你的种种过去，都是爱着，到今天都还是爱着你的种种的。skidaze 就是讲，爱着你的种种啊，爱着你的种种啊。It's 唔嘛咧无，永永远远啊，拢是爱着你的种种。啊，话句的意思就是安尼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半段的啊、哦。さちこ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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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お前のすべてを。欠关机的啊！一好，我这边要讲哦，这边有人有同学在一只，不是一只啊，是一。注意啊，一甲字中间夹一个音，一。哎，会记得哦，因为我知有人唱一只一个，你甲唱出来啊，安尼就搁造谣。一只马雷摩。好，来，这个第三个副歌，三七口，预备，去。整首歌没关系啊，也不急啦，也不急的说你现在做高唱啦，你先把那个字唱好势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来，现在老师要从头来了啊。